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计划。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潘多拉模组。啊，我们潘多拉模组的工作台里面呢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拿出来把玩呢。啊，还有它的一些武器呀、啊，啊，建筑啊，啊，可是老头自己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，啊，好像感觉就是跟一般的东西没有什么差别。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我自己看这个，有啦，这看起来就是潘多拉才会有的东西啦，像是这个终极防护罩哦，这是只有潘多拉才会有的。然后还有什么电器类哦，防爆，像这个是潘多拉才会有的啊。反正有一些东西感觉看起来就是原版的东西啦。啊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像是这些枪。你看这些枪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可是我不知道实际上用起来是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先来拿一个自式的突击步枪看看好了，反正我们东西蛮多的。啊，自式突击步枪，我们这边还有手雷有没有？我们这边还有泰克手雷，威力是如何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做一个看看。而且它这个不知道要不要子弹啊？好，我看一下它怎么写。是什么？原版一般的自式步枪啊，怎么卡了？不用子弹的自式步枪，哇，感觉好像在玩那个 FPS 的游戏啊。所以说这些武器做出来全部都是原版的，都是无限子弹就对了，好吧，我了解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先召唤一下恐龙哈。我们昨天这一集呢，召唤了这两只，一只是这个金刚，一只是这只啊长得很丑的霸王龙啊。这次我们来召唤一下飞龙啊，双飞龙啊。我们今天就来召唤这两只双飞龙看看好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飞龙到底多屌。然后呢，老头礼拜四啊，这礼拜四。11月几号我忘记了，礼拜四呢，老头呢要去连趴，所以说呢后面那四集啊，老头应该也是拍个模组介绍吧，啊，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了，啊，因为呢你也知道嘛，要连续一天内或是两天内直接出四部影片啊，其实是非常耗时的啊，老头差不多也排定好了啦，大概要那一集要出什么，那一集要出什么啦。啊，不排除会把那个神话模组给装回来啊，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拍了，所以说只好把那个神话模组拿出来弄一弄啦。而且后来我也拿到了那个召唤四圣兽的代码，就是那个像嘟嘟的那个图案啊。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、欸、什么东西，走开，滚哦，哦，不要逼我 哦，那之前我们在研究的那个图案啊。哦，有观众提供给我代码，结果那时候我来不及用，因为那时候准备要用的时候就被作者给关那个模组了。哦，作者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模组关了，哦，就没有办法用，然后恐龙全部不见了，哦，非常的残酷，好吧，反正呢这礼拜应该会把它叫出来啦，啊，好吧，不要不多说啊，来吧，就这一只好了，以驯服喷火龙。啊，我觉得应该跟金刚没有什么差别啊，也好恶心啊！啊，密集恐惧症的人不准看，好不好？那小少只10000而已。哦，乖哟哎呀，这么霸气啊！啊，你觉得它的翅膀像手指吗？我有5根手指头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有6根手指头，好不好？我这个连接在我肩膀旁边那个那一节呢，是我的大拇指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样看感觉好像蜘蛛脚有点恶心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凶哦凶哦！我把什么东西炸死了？右键居然是这一招，哦，用飞的就可以把人撞死了。啊，这边有这个，这两只啊，右键直接瞬间秒杀。C 键，哇哦，上 buff 吗？我身上有气流哎、欸、，buff， 哇、
被我震慑了。哇，咬下去伤害真的很高啊，高得吓人啊！看一下，他回血也超快的，根本不用担心血来不及回满。攻击力成长也是快到一个夸张。我们刚打到什么？哦，有眼镜，这是什么？傻瓜眼镜，鞋子，烂东西。为什么会有泰克栅栏？我也喷。不管了，反正还蛮屌的啊。我觉得我这个潘朵拉召唤出来的恐龙嘞，每一只都非常的强大。人家野外的 BOSS 轻而易举啊，一捏就暴毙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帕拉泰克帕拉！哎呦呀，哇，发生什么事？莫惊莫慌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泰克帕拉我们把它抓起来一下好了。它应该是要吃最一般的一条小只哦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有什么功能？我骑在上面有变超小只的，右键啊 ，C 键啊，哇靠，这么小一只啊，咬去860万，它没有什么功能它只是很小只，然后动作很快而已。看一下背包，空空如也，而且血超多啊！你看我这么大一只，就一上去瞬间缩小了，瞬间缩小，大小。大小，这附近怎么会有如来？吓死人啦、哪里？妈给我给惊呢！突然来个如来，你好吓死啊！玩到一半突然给你如来！这里没有如来啊！如来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我们这附近是不是又有一只？如来！如来！哇，我的龙死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太扯了吧！把我龙还来啊！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只，我们还有一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，这只就比较正常一点了。这只真的还蛮正，怎么说一滴？你现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一滴的龙？召唤它，一拳就把它打死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干嘛？拿喷火龙的旗子，也太好笑了吧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你这个如来佛祖、玉皇大帝、观世音菩萨、取经这般使者或观世音都没忘记，你大声！你怎么来了？哇！他在替我报仇吗？来了，来了！来了来了！金刚之咬，都死光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如来对如来啊，只是我有点忘记我们死在哪里了。我们要稍微找一下，大概是这个前方吧。各位兄弟们，我们今天齐聚这一堂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看见前面那一个跟我长一模一样的没有？他是冒牌货，给我杀！杀了他！就这样，没有错。好硬哦！这个有屌到，有屌到！4-1，好吵哦！哈哈。吵死人了！我来帮忙打好了，吵死了！卖杀！我来帮忙杀！超级吵！要打到水里了！血超多，我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了。
我被哦死了一只，我靠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！到底在哪里啊？停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停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，他死在水里了。哇塞，吵得跟什么一样啊！啊，你再撸来试试看啊，超级吵，看你死掉的样子，嫩。结果那两只召唤出来血量这么低，低到一个极致啊，根本就没什么用处啊。啊，对了，顺便看一下这个泰坦巨龙好了。你们有在留言说什么要看泰坦巨龙？泰坦巨龙的安呢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这为什么没有工作台啊？工作台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？啊，又出现了。这个吧，就是这个没有错吧？好，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啊，我把这个安给做出来。啊，来看一下到底里面装什么鬼东西啊？葫芦装什么药？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安而已啊，没什么，不要紧张。来，哇，那个大便超大颗的、欸，哇！哦、啊，你是把你一辈子的大便全部都拉出来了是吧？哎、欸、呀 ，Y 安迪的 ，Hello， 我又延拖了，在这里啦。哇，这个平台有够小的！哎、欸，我变超小一只，你看哦，现在我看到体型这么大，有没有？就一上去，瞬间缩小。右键，这只不能跳。C 键没功能。左键，前脚踏。啊，就左键跟右键，前脚踏跟后脚踏而已啦。哦、啊，然后走路又超烂，又超级慢。啊，走路超慢无误。哦，是可以跳啦，跳超小力的，因为他太胖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他太胖了，好吧，伤害应该也是负的啦，你有没有错？负的有没有？啊、哦，完成你们的心愿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小泰坦巨龙，啊、哦，伤害依旧都是直接顶天的，啊、哦，这么小一只。啊，迷你款的限量迷你款，绝无仅有，现在只有我有，不好意思，抱歉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今天呢，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个，我们下一集一样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台里面的恐龙全部召唤出来。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笑，帮我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次啊，模组介绍再见啊。为什么我的死神？为什么我死神掉下来了？好，我们先这样子啊，拜拜。